你知道我们小编超没有水准的，他跟我们讲说实车撞击三十五十七十已经没有办法满足观众的需求了，时速一百 ，Volvo X7 六十，他遇到障碍物会怎么样？就像你时速开在一百公里，遇到那个高速公路的那个车子，到底会怎么样？好了，我们就来测时速一百，没有很紧张，但我很怕等一下保险杆会掉下来。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十，好，一百了。那完全没有警示，没有什么都没有，最后是我刹。那我也是碰到，就是整个撞上去，我才放掉踩刹车。所以大家在高速公路上，千万千万有没有自动跟车要小心开。